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。昨晚的话开播几连跪，在经历两连跪后决定掏出大魔好好搞一把。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认真起来的话是多么可怕。认真一把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要认真一把，非常认真的搞一把。就在德华在下路压制吕布的同时，对面公孙离在上路大杀特杀，直接把狼狗打穿。德华放心不下，决定亲自去会会他。我不会放水的。哎呦，又要输啊！队友看到德华的操作，直接放弃挣扎，两人投降。德华拒绝之后，开始鼓励队友。真的是菜到令人发指。终于在九级这波，德华开始发威，极限遁逃，绕过吕布，直取干将人头。但凡人家要是有一个技能，你都已经被秀的不行。连招连的那慢吞吞。技能还未冷却。筑底抽薪，基本上四个队友全炸了，就我没炸。然后呢，我又找了几波好的机会，又把这个节奏给他牵制住了。开始撤退，这很关键。开始撤退。什么呀！等到德华复活，看到上路公孙离正在清线，决定和火舞爆抄一波。然而下一秒，阿离的操作也让德华放弃挣扎。下一把。哎呀，没有钻金砖真的不好踢呀。给这黑暗世界，你们疯了。时间来到17分钟，德华还在蹲阿离，现在打小野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大招上墙。请求集合，发起进攻。他妈的好痛啊。哇哦，你真厉害，真棒棒，这操作。20分钟，风暴龙王降临，后期的狼狗是真的猛。
在货物掰给德华不在的情况下，还能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21分钟，对面在打野不在的情况下偷偷开龙，这波德华很聪明，直接绕后切露露，让队友接管龙王。OK， 舒服。开始撤退。鸟人没复活，而且差一滴血被我单杀。此时有了龙王 buff 的德华信心十足，要给大家表演一波顺杀流打魔。注意细节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顺杀流即将登场，注意了，各位 lady 们 gentlemen， 我要操作了。开始撤退，进不了线了，进不到。开始撤退。他清不动兵啊，清不动兵啊！发起进攻。你有龙王殿。你直接去点塔，他没办法。发起进攻。